大家最棒了！有拜拜！对呀，等下有放鞭炮哦，放鞭炮你怕不怕？怕。那我们赶快回家，不然会被炸到哦。啊，炸！哈哈哈！哈，世界这么大，竟然我伫路会拄到你呀，宋丹青。 是神秘鬼啦！若无歹去，让宋丹青完全想起来，想起来，想起来啊！伊也无证据，还是会当安怎？再讲，伊想起来上好，因为伊若是想起来，伊毋才会心疼，然后伊会万册子孙，安尼伊毋才会离阮子孙愈来愈远啊！你熟悉我这姓的？ 我来介绍，饮酒这滚头，伊号做赖达。你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想要创啊？你真正唔捌我，哈哈！你较早是上气外上昏我的呢，你即马竟然唔捌我，你安尼失去记忆，我真正唔知讲你是幸福还是不幸。行，哎，想卖走。 我真正熟悉你啊！你若不是，恁老母是毋是叫宋玉华？还佮有你一个无路用的后生，做廖乾坤。伊两个人做伙开一间足好笑的面店，或者新买的面店，还佮有上重要的，你的情人，或者杜子生。我敢问一下林子生。 你讲什么情人啊？我也无结过婚啊！哈哈哈！哈哈！无猜，阮子孙对你安尼处处念念，你竟然甲伊放袂记啊！虽然我做无爱恁两个做伙，啊，不过你甲阮子孙真正结过婚，而且恁两个人佫有囡仔。 你紧张，迄个是因为你当初唔肯乖乖听话，才害家己跋倒，结果家己写个早散。我唔知你在讲啥，我唔知你跟我讲啥，我唔知影。你唔知影？你若唔知，我就讲予你知影。后来子孙因为要开车送你去病院，你就会出车。 车爆炸，囡仔怎死啊？想起来未？你即马欢欢喜喜娶别人囡仔，你的世界，不过家己的亲骨肉你煞放袂，你真正是可怜。你好，别讲，你好，别讲。 我是不是有白讲，你通安尼问啊？你就是因为伤过痛苦，才选择放袂记啊。啊，不过你凭啥物这样开话？你就是爱一直痛苦，一直活在地狱。坏人！你哪耍手？ 欺负阿姨，我要保护阿姨。囡仔，譬如你托付。
我们跟着海啸叫。哎，李尚，快！ 大哥呀，咱提头咱走。哎，大哥呀，今嘛就拢外国来啊，卖了麻烦啦。小姐，你有代志无？我歹势啦，啊，拄则有歹人，所以我用跑啊把伊惊走，我陪你啦。啊，免啦免啦，我看囡仔吼，应该是有惊着呢，已经出来转去啦。多谢。 悄悄叫。阿姨不要怕，吃饼干。阿姨不要急了。哇，啊，这个水是悄悄倒给我的。对，你在哭。 给你喝。哎，悄悄，这个明明是阿姨应该照顾你，煞是让你来照顾我。阿姨，下一个。<笑>阿姨，为什么你怕鞭炮？阿姨嘛唔知影，啊，不过拄只听到炮仔的声音。 我的头壳里底敢若有出现一挂画面，敢袂敢迄个白某讲的代志有关系？伊讲的敢是真实的？以后放鞭炮，悄悄保护你。悄悄都不会怕鞭炮？不会。哇，这么勇敢！那可以煮汤了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。来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咦，小，坐好。 爸母已经讲遐尼清楚，而且伊阁知影爸甲妈，看起来我应该还想办法去求情才会。你来当体会到我这个做老爸的心情哦，你就袂阁怨叹我主动你甲有五情有来往啊啦。这是两回事。这是咱母家的大事，你的婚姻不是袂当家己做主，也毋过。 你一定要慎重，一定要甲咱母家的未来放伫头前来设想，袂当因为感情而无顾大局。所以我坚持啊，这个吴静玉，你一定要放弃啊。啊，静玉，你听我讲，伊无身份、无背景，阁是有翁的人呢。啊，你看到这种查某的消息，若传出去，敢毋是天大的笑话哦啦？ 既然你即摆人并阁无代志啊，我会用阁无追究伊，甲你杀去有车路的责任。但毋过条件就是，你甲伊一定要分开啊。啊若无，你着莫怪爸为着要保护你，去处理以后。妈妈，有一个真大胆的想法，啊毋过需要你配合。 是阿妈安怎配合？咱先甲迄廖蒙兹带入门。廖蒙兹，妈，你到底是讲啥？你明明有知影我晚年的退了廖蒙兹，你竟然要我带伊？该做阿婆，你四点钟小对象我做袂到。你莫一条廖蒙兹就遐尔想起阿婆，至少先听妈妈讲的理由啊。莫讲你讨厌伊啊。 其实我看到迄廖蒙兹哦，嘛讲要足惨白的，啊，不过，伊至少是一个主播，形象真好。
我相信恁爸爸会同意嫁入来咱家。我才不管伊的形象到底是安怎，甲我相亲的迄几个，凊彩经济拢比伊搁较好啊。其他的查某囡仔，敢会乖乖甲咱配合？咱暗中的计划啊，若是传出去，人会安怎议论咱母家？咱若无互掠去公司无，都偷笑啊！先生，你想看卖咧？啊，至少，佮这廖母子唔免讲感情啊。伊遐尔爱你哦，一定愿意听你说教。咱叫伊创啥，伊就一定创啥。啊，唔过，先生，今麦无时间找新的对象啊。这廖母子的血型，佮恁爸爸有符合啊。假使恁爸爸也知影。你为着要恢复伊的健康，牺牲你一生的幸福，一定会足感动的，对你的入心。是甲妈妈第一日见面，结果讲几句话好话，你啥物都免做，武山集团就绝对是你的啊！妈，你用心我了解，我嘛无希望你这几年用心计会甲阮白了解。啊，不过感情才无其他人选啊。廖蒙子这查某，我真正无法度。啊，不，你跟妈妈是要安怎啦？你是妈妈无死的唯一愿望。万一你爸爸若是有啥物事要等两等，啊，伊个有啥集团拢交予恁哥哥，因为恁哥哥敢会舍太难无见？妈，你放心，我唔是这款人啦。伊唔是。哪恁大嫂嘞？恁通袂记啊！恁大嫂是万条湾唯一的查某囝嘞。是讲，你的无主张的哥哥，那是受到万条湾的控制。啊，万条湾给咱武山集团开的房租是要安怎？妈，恁先莫想遐远啦。我哪会当无想遐尼啊远？妈妈会真心的在扶持你，明明我好死哦，这是上成功、上有路用的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受这款委屈，我不甘愿啦！好了好了，妈，别再哭啊！来，失恋了，妈。只要你答应带廖孟子，让伊嫁入门，有新生囝了，去帮助恁爸爸，救恁爸爸。恁爸爸会答应，妈妈答应你，无要阻止你甲吴俊义私底下来哦，好无？啊，等咱大家无事了，是讲你想要一脚把迄廖孟子踢开，我拢袂阻挡，好无？这是咱唯一的选择啊！谢谢，敢无你要目睭金金，看我嘛遗憾终身，死嘛唔嘛开心。就算我无介意廖孟之，我嘛无想要骗伊，毕竟是不够的。所以我希望爸，你一定要跟他讲清楚，我是绝对袂介意的，我嘛不准伊四界宣传要嫁入来咱家的代志。这几点伊若是做袂到，我是绝对袂带伊入门的。好，只要你愿意哦，带了孟子，其他代志拢靠妈妈处理就好。我绝对哦会把迄个廖孟子压落底，让伊唔敢变鬼变怪，哈。